您现在收看的是年代 Match TV。你的老公是你的初恋，哇！跟初恋结婚呢，我很亏耶，真的。亲爱的，我多么幸运，人海中能够。马兆俊，伊感觉电影非常恐怖，但是伊感觉伊的女朋友比电影更加恐怖。最失恋成长。大女孩这边选的歌是老伴儿，老伴儿怎么跟失恋有关系呢？那是幸福的歌，这是谁的歌？李荣浩，我知道谁的故事，瑶瑶的故事。哎呦，瑶瑶怎么了？我是大家都看得出来我是原住民嘛，对 ，OK， 就我小时候在山上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朋友就对了，了解。然后后来我们因为读书，你小时候也是稍微比较胖胖的吗？还是小时候是瘦的？小时候瘦的。老师，我曾经有45公斤过，不？啊，你的意思是婴儿时期吗？不是啦，我读书的时候很瘦，高中以前，对，我高中以前，后来才发胖的，对对对对对 ，OK， 理解。所以那时候还是瘦的，对，了解。后来就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，然后都到山外去读书，懂吗？然后，但是我们读的学校不一样，所以。渐渐聚少离多 ，OK， 对，但是其实我们对彼此都是有情愫在，对对对。直到有一天，在一个场合，非常巧，他的朋友认识我的朋友，居然把他带来了。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已经高中快要毕业了，但是还在学校读书。然后他就是，我们就当天晚上就是告诉彼此我们的心声，就是我告诉他说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然后他也跟我说，阿米老师可不可以配稍微浪漫一点的歌，不要配进行曲。然后就是他也跟我说，我跟你说，是我先喜欢你的。你们互相告白对方，对，那很好啊，浪漫，听起来是 OK 的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们就真的在一起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。有一天他跟我说，就是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，对，老伴出来，对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听过李荣浩的老伴？我放给你听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当彼此的伴，就是虽然可能有一天我们不会在一起啊，或者是离开这个世界上，但是我们都要做彼此心里面的那个依靠。OK， 只要想到他就觉得啊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一个伴在我的心里面陪伴你，这样很浪漫啊。但是他在。差不多一年多前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啊，对，怎么了？意外是不是？他就是身体有一些病痛，天哪！对，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我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刚开始听会觉得很难受，因为你会想到说，曾经你有一个很爱的人，可是他离开，原本可能会走得越长远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婚啊。所以其实你们是一直相爱着，直到他离开。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是这样子。你觉得他是你的灵魂伴侣吗？对，就是，反正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勇敢，很脆弱的时候，我只要闭起眼睛，想到他就在我心里面的时候，就觉得不孤单。瑶瑶，他离开多久了？快一年半左右。你都没有在跟别人约会吗？基本上你走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你不愿意吗？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新的朋友，但是介绍他永远都会，他永远就是在那，他永远都在。对，然后我其实到现在还是讲实在话，是无法再去接受。我觉得没有那么快，需要时间。我觉得这听起来是有点凄美的故事。我没想到这么可爱、那种欢乐的瑶瑶背后有一个这个伤心的故事。你都欺负我，别哭。好了，我知道这故事以后，我就欺负其他两位。好，太好了，什么？祝福你了，谢谢老师，赶快走出来，谢谢。你的人生还很长了。等一下，我会的，我会的。他唱的时候，他会在现场听啦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告诉我自己说，我就在这个节目上。他会在现场听，为什么会越来越像大法师的境界了？来了，唱吧。好，老伴这首歌。谁陪我做执迷的金鱼？
在人海中游来游去，说自己的言语，谁陪我进永恒的故居，在岁月中跑来跑去，太容易疲倦，一转身可以归去。我要找到一种感觉叫属于，有没有春花秋月夏蝉冬雪不会散去，有没有一关上门一趟下来不再离去，有没有爱看的天爱他的地，我爱着的你陪我美丽的老去。哇，听了起鸡皮疙瘩了。我必须说这首歌蛮别致的，我忍住了，加油加油，谢谢老师。我想到圣经的一句话，爱是永不止息，我觉得爱是会一直留在你心里。你的男友在生前有没有对你讲过你最难忘的话？他跟我说他希望他有一个人是很了解他，然后跟他很像，个性很像，什么都可以，好像很配很合的，因为他是吉他手哦，他也玩音乐，对，好棒哦，对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觉得那个人就是我，他希望我可以，你是他的 soul mate， 对，他希望我可以跟他一起，就是不要放开他，他不想一个人。你有对他说过他最难忘的话是什么？他跟我讲过，对他来说最有影响力的一句话是，也是在电话那一头，然后跟他说我好想你，就这么简单这四个字。可是他永远都放在心里，说他只要觉得，因为我们一个南一个北嘛，他只要觉得很想念我的时候，他听就回想起我讲的那句话，他就知道哦，我也在想着他。OK， 我好想你，简单四个字，却很深刻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为什么讲到这个？因为我觉得那些年那些电影，有一些很经典难忘的台词，这些台词可能是你也说过这样的话，或是类似的话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就是我的少女时代有哪些经典的语录？来，大南方。好，第一句。很久很久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，不是真的讨厌你，而是她很在乎你，非常非常的在乎你。林真心说的 ，OK， 意思就是，如果一个女孩说"我再也不想理你了"，对，其实是反话，是反话，千万不能相信，是这样吗？是，或者是说你给我走开，但不是，他就希望你在旁边。哇，我刚才忽然回想，有不少女生对我这样说，或者是说我要没事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超希望他来追他的那个，真的，他们都对我说我再也不想理你，那我就说谢谢再见，我就这样走了哎。不是说你给我滚，那我就走了。就走，不行，女生要反。为什么我的人生中都听到这些话了？哦，原来他们都是爱我的，对，老师是。我现在后悔莫及了。来，再来第二句。好，第二句小南方来念。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的愿望里也有我。好浪漫哦，这句，这句话好有感哦，我很喜欢，我也很喜欢。对，哎，这样来，谁来模拟讲一句？来，那个拉瓦讲一下，对我讲。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的愿望里都会有我。你在念绕口令？一直在愿望愿望。哎，再讲一次，把它变成绕口令。我的愿望有 What's up man？ 有我的愿望里，就是希望你的愿望里也有我。Yeah， Come on， 哎，徐太宇，来来来，回来回来回来。哎，拉瓦，你蛮可爱，很逗。发生什么事？哎，就是我的愿望里面希望有你的愿望，愿望对啊，来好，来第三句话，那我们请鱿鱼，蓝色是鱿鱼。或许一直以来都是远远望着谁的背影，却忘了身旁让自己最自在相处的那个人最让人动心。哇，哎，你们三句。大家来投票一下，你最喜欢哪一句？二。你最喜欢第二句？对。你看文青，我们都喜欢二。文青就是喜欢第二，那你呢？我刚刚一样是。你们都是第二。对。
哇，你们都喜欢绕口令，太浪漫了。OK， 那为什么喜欢第二？讲一下。就是一个浪漫的一种情怀啊，就希望他都想着我啊，就这种感觉。对，第二句真的比较有感觉。第二个会有一种那种，就像前阵子很红的那种壁咚，哦，那种感觉，撩妹语录。了解，对，一秒就可以，马上就是。OK， 这句话有魔力哈，嗯，好像你浓我浓，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讲到一个这么老的？你侬我侬，河山情多情多，如果沧海刻骨，皆是个难。我你中有你，你中有我。我们竟然会唱。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好厉害，一下子穿越可以到这么老派的歌，然后有这么新潮的语言。来，大女孩带来什么歌？亲爱的我在，我们自己的歌，这是大女孩自己的歌。对，这首歌怎么来的？哎，其实就是在写我们三个人，okay, 对对对，就是闺蜜的情感。你们三个现在都没有男朋友吗？现在都没有。哦，就互相取暖。对，只能这样了。冬天不会冷、啊。所以你说多冷的笑话，我们都不会冷。嗯。老师可以多说一点。欢迎大女孩。
聊一聊，就聊出一些真心哈，是真情，有悲伤，但也有幸福啊。我觉得刚刚我们看的电影是那个《少女时代》，对。那我们再看一部更老一点、经典的电影，就是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。嗯，它有一些很经典的语录，刚刚你们都念过，来换瑶瑶念。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过一个人，就会知道要真心祝福他跟别人永远幸福快乐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。对，太对了这一句。这句话前半段我还以为说，祝福他，祝福他。哎，但我来调查一下，你觉得真的不可能吗？可能。你显然有故事。我就在等这一刻，各位有没有发现小南方今天都没有开口讲他自己的私事？对，因为他不喜欢讲私事。小南方姐姐，但我这个节目的特色就是没有公事可以讲，我们都只有私事。来讲一下。哦，就是后来两个人觉得都不适合，然后就分开了嘛。我从中间开始说，不要从中间开始说。就是像中间往前一点讲，往前一点点，后来我们就分手了。然后呢，分手以后不会是两个人没有无冤无仇的，就觉得两个人真的不适合在一起。对，那后来隔了不知道多少年，就是他要结婚了，他跟我说 ，OK。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当画家开画展，然后他说问我可不可以帮他。把从那个捷运站到他礼堂的路线画出来，他想要用一种插画的方式。我说当然可以啊，这是我送。他竟然来找你帮他画礼堂的路线图？对，因为那时候我他想省钱吗？没有啦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跟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，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祝福你最大的礼物。我觉得小南方姐姐是不爱了，所以她画了出来。如果还爱，她就说我迷路了。画不好，不是不是，他不是迷路，他要乱画。啊，对，他们那些宾客绝对到不了礼堂，不知不觉都走到别人的礼堂去了。来，那一天新娘说：“啊，给那那弄波浪来。”对，你这个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比较毒，要嘛就来这一招。所以你到底爱不爱他？有没有爱过他？当然有啊。当然有啊，那你就是可以拿得起放得下。对对对，我是那种人。对，那放不下的举手，就没有办法祝福对方的。你们这一群小气、小气没有胸襟的人。我是天蝎座啊，天蝎座，敢爱敢恨，就是没有办法祝福。OK， 这一句话可能很多人做不到，但有些人做得到。对，来第二句，来，只要够喜欢，就没有办不到的等待。就可以一直靠信仰爱情坚持下去。哇，这句蛮美的。这句话应该是王宝钏讲的吧？因为他苦等寒窑18年。哎，你们有等过一个人等最久的是几年？我有让人家等过我。是快递吗？对，老师你吧。你说从欺负他们两个的啊？好了好了，我不再欺负你了。那你谁等你？就是有一个还不错的男生，那他其实在某一段时间他对我非常好，然后他就跟我告白说他是真的很喜欢我，希望我给他这个机会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那么快谈恋爱，我就跟他说随缘吧，未来如果我们真有缘分，我们就可能就会走在一起，可是他真的是。我觉得我就每次想到这个，我觉得好浪费他的时间。对，他还在等你，他等了多久呢？有差不多半年左右了吧。对我来，虽然没有很半年没很久，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浪费他的时间。但是他非常愿意。你有没有很明白跟他讲？我很明白的讲，说我们不会在一起。有，因为你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是有点小漏洞。什么？你说随缘，如果我们未来可能在一起，我们就会走在一起。这句话你还留个余地。后面我也有跟他讲说，我们现在不可能，但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你看你还有保留的，你是不是想留个备胎？对呀，对老师，因为他真的长得蛮帅的，然后又很高。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姐姐也在问你。我还没有办法再接受另外一段，因为他上一段。那我跟你讲，有个好方法。好，你还要多久
在这个情伤当中还有多久？我上帝，你给他一段时间，嗯，你不要让他一直等。你也喜欢他，只是你现在不想开始跨。我是还蛮喜欢他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又很善良的男生。你们觉得他人生苦短，要给一个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啊，及时行乐，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好，对，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。今天晚上就约他吧。你有他电话吗？我们帮你现场call in。我现场call啊，来，等回来。你们有事吗？你们？我跟你讲，你会觉得他有一种爱家跟 gay 色的感觉。没，其实他是喜欢他的，但是他又觉得他还没准备好。我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，瑶瑶，他今天如果跟别人在一起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三二一，回答。会。啊，答案出来了。会。就负责任。嗯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例如说半年。嗯。他会等你的，但是你半年之后要给人家一个痛快。好，这样加起来就一年了，太久了。不然就三个月好了，一季。两分钟。来下一句，老师好厉害哦！最后一句我来念好不好？好。干嘛看着我？不是，因为我有老。成长最残酷的部分就是，女孩永远比同年龄的男孩成熟，女孩的成熟是没有一个男孩招架得住。从此以后，白雪公主和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不可能。哎，你们同意吗？小时候是不是觉得男生比较幼稚？有没有觉得？觉得举手三二一，超幼稚啊，超级。那你有没有看过幼稚的男生？小时候或是有啊，现在还是觉得他明明就喜欢你，然后他还是故意欺负你那一种。对，一扯你头发弄你，其实他喜欢你。小学最讨厌的就是那种男生会抓女生的辫子。对，但是他喜欢你。对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这是没办法，男女大不同嘛。对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，而且讲起来都很有感觉的哈，这时候我们要来听一首很有感觉的歌。好，是谁要来唱？我们你们两个歌，对不对？对。听说这首歌有一个类似像电影般的 MV。对。叫什么歌？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。来看一下这个 MV 好不好，各位？那些许多年不见的朋友啊，听过这首歌哎，好听。空气刘海耶。相遇的时候都已成对成双。这几年前啊，是否他1993，哇，快乐的天堂，可不可以哇，让我也靠在你的肩上。这个人是谁？ MV 的女主角。哦， MV 女主角。哎，这首歌很红啊，太厉害了。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经典的歌曲。
对成双，是否他们已经找到快乐的天堂？可不可以让我也靠在你的肩上？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我的心事重要的主题就是毕业万岁，没错。我来讲一下我的年代，我们的毕业歌非常简单，就是这首啊。青青小树芭乐嫩舞，翁来西归龙中舞。我们国小好像也有这个耶。你有听过这首歌？还是有听过啊？是有听过啊。国小的那个音乐课本里面。那你们毕业典礼歌唱什么歌？离歌出动，离情如露，惊喜韶光冲出。停！你们唱藏仪式的歌，这不是西手米的歌吗？没有，也是。那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啊，会哭。到了国中、高中就好开心哦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想赶快哦，我知道，逃脱。我小时候还唱过一首歌，什么？长亭外，古道边，为什么会？芳草碧连天。这是送别，这是李叔同的送别，这是艺术歌曲，跟送葬有什么关系呢？来，注意，这个毕业典礼大南方选的歌是一条日光大道，这个是李泰祥大师的作品。李泰祥老师的声音好有趣，辨识度好高，咔吧咔吧咔吧，上了吧，有没有压得扁扁，他压得扁扁，然后声音好高亢哦。他前面也蛮妙，一条日光大道都还是这样唱，没关系。后来齐豫会进来，就整个歌又非常的好听，很好听。这首歌我觉得是有一点 world music， 嗯，就在那个年代是有一点 world music， 长得不太一样，不像一般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对。听说这首歌对李泰祥老师很有意义。他在国外的时候觉得很寂寞的时候写上这首歌，听说他边唱这首歌是边哭的，对对对，很感动，对他自己影响很大的一首歌。那跟大家讲那个卡巴，卡巴是什么意思？卡巴是什么意思？合同啊，合同，日本的合同，意思就是芥川龙之介那一个合同那部小说，哇哦，所以这首歌是有合同那个故事里面拿出来，卡巴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这个要这个雨季过去了，然后大家怀着这个非常阳光的阳光的精神上路吧，来给我们日光大道。一条日光，你大道。
首歌，你完全抓到阳光的精神。我刚刚突然熊熊想起李泰祥老师唱过一首广告歌曲，我从山里南越过语言，发的到西小之去。老师，你们唱起好想买，好买摩托车、哦。你竟然最后唱，哎呦，山羊野狼一二五，哎，广告歌啊！我跟各位讲，山羊野狼一二五是我在大学时代四年的时候，我都骑这车，骑这个，我这个摩托车，我有骑到最后有多烂，你知道吗？烂到我的坐垫可以拿下来，连挡杠断掉。就是我去吃面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坐垫整个拿下来，就放在那边当沙发，真的。那时候我大学有女朋友，她说你这个车你还叫我坐，这么危险，你坐垫随时会掉出去的。然后那个后面那个踩的地方，不是女生有两个踩的，那两个都断了。你要女生踩哪里？所以女生就她就把两个脚都只能钉在那里。对，她只好把脚勾着我。哦，那个是我故意把它切断。故意的，故意的。卡巴卡巴卡巴，哎，我觉得。听了这些歌真的开心，真的又回到那个年代啊。但是大女孩，你们的歌到底是什么歌嘞？七年级的哦，隐形的翅膀，隐形的翅膀。我觉得这好像已经不是七年级了，因为现在连很多幼稚园，哎，隐形的翅膀好像很多很多学校都唱这首歌。对，这首歌它其实是我的一个，也是我的故事了。讲一下，讲一下。但是是跟友情有关，友情。就是我国中以前，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。啊，讲到友情，阿咪，友情。好的。人人都需要友情，不能。老师，我没有听过。孤独，走上人生的旅程。你们知道《友情》这首歌吗？谢谢上周来宾点唱《友情》。友情太厉害，谁唱的？痛苦歌王谁？孙晴。孙晴是吗？好棒的歌。对呀。你们不要随便 Q 出有歌名的词，好不好？来，讲到下次会尽量。友情，你再讲一次那个友情。这普通的词语。这首歌是关于，你说这首歌是关于什么故事？友情。友情。不要说，不能说。都需要。友情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观众朋友们，不能说，我会尽量。那这首歌是关于什么的？友谊，友谊，友谊，对，跟友谊有关系的，对。啊。又有了。友谊，友谊，友谊，爱情，友谊，友谊，友谊，好啦，来继续。对，就是我国中之前，我一直都不认为自己是会唱歌的女生。然后我是因为国中的时候有一次在课堂上无意间唱到了这首歌，哎，为什么这么的感人？嗯，对啊，就是无意间唱了这首歌，大家说你唱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很好听，而且他们觉得我那时候的声音就很像小张韶涵。哇，对，那个时候，现在可能已经有没啦。你们三个女生，大女孩都是很会唱，你只是那时候还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是这首歌算是开发我就是未来到现在的歌唱之路的。那请问这个友谊的朋友，他就是这故事我没有听到他，就是全班全校，我就因为这首歌，然后在学校就是有一点名气，就大家知道，哎，这是会很会唱歌的学姐，然后这是隔壁班会唱歌的。那时候是几年级？我记得是国二。国一国二，所以你在国二找到唱歌的自信。对，然后也是在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就是当领唱这样。如果那时候全班都吐槽他，都说啊，唱得好难听哦，他可能就完全被打击。我可能是班上给你很多的掌声鼓励，对不对？支持你，然后突然你就很有信心，就走上了歌唱之路，对不对？对，真好。那《隐形的翅膀》，我知道这首歌，其实这个作者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有特别的意义。这首歌现在已经变成一首，不只是歌而已，它变成一个励志的一个代表。嗯，对，励志。好像很多人听这首歌，好像还有病人，
因为这首歌慢慢的复原起来，嗯，因为它对有疗愈的功能，包括蛮多意思的。那我觉得这首歌我也喜欢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，我们人都有隐形的翅膀，是带我们飞翔。然后我们大家不要失去信心，不要失去盼望，要勇敢。没错，我们可以飞起来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来，这首歌你来唱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，不去想真好听，谢谢。两位姐姐觉得怎么样？妹妹唱的怎么样？好听，后继有人，后继有人是吧？哎，你觉得他们的和声，刚才听到他们的和声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里很强。他们也蛮幸运的，跟我们俩一样，找到 partner。对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而且你们搭档几年了？哇，三十年了。哇，你们搭档几年？大女孩六年。你们还有24年可以努力哈。所以你知道有伴真好。对。而且我觉得大女孩最棒，就两个都可以弹吉他，都会弹吉他。我们是大女孩吗？他们是男方。不是，没有小男。我可以，小男方会比较吃亏啊。对，他不大啊。妹妹，你知道我今天访问过以后，就是突然就你们变小了，年轻了。我好喜欢跟他们站在一起啊。OK 的。对。你要不要加入大女孩？来，那我再去吃胖一点点，再吃胖一点，就不用克制了。你在大女孩里面算是小号的。对。没有，我觉得哈，真的，我真的今天要跟他们。这个讲一下我的心声，因为我遇到这个后辈有很多，但今天我认为大女孩是我见过里面最会唱的，谢谢老师，对，真的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而且他们彼此衬着彼此，哎，你的后辈最会唱的。天哪！因为我们也那个范围很广，哎，是不是后辈胖的里面最会唱的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他们为什么会那么会唱，因为就是胖，中气十足啊，音箱那个底盘之稳，你看那个 Pavarotti 哦，真的，对啊。今天我觉得做这一集啊，充满了感动，哎，有泪水，有欢笑。我觉得校园真的是我们很想回去的年代，对，那是我们最纯真的时刻。谢谢。最后，大女孩带了什么歌？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梁静茹的《勇气》。对，我们都需要勇气。勇气，谢谢南方，谢谢大女孩，谢谢你们，加油！金曲传奇，我们下回见。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
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打电话给那个节目口音，对，然后我们刚好在上那个直播，然后我们就讲到